10月13日下午，中国女排主帅郎平和队长朱婷在北京参加了小小排球训练营活动。郎平和朱婷谈起了电影《中国女排》的情况。朱婷说：“巩俐的眼神很像郎导，太像了，不愧是优秀演员，那种动作，包括手指动作都很像。当我第一次去参加拍摄时，一见面就很震惊，我感觉郎导就在眼前。”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